大家好，今日的第二个主题呢，真的不要介意，因为就感冒呢好像都还是猛猛地，又今天都有少少累，大家真的留意，刚才都讲完这个可能在今年的流感个病毒呢都会肆虐。但是很有趣，不知道为什么就忘记了，医生就叫我打个四价针，有些又说没什么用，我觉得打了可能会好一点，希望大家都在这个冬天里面来讲都身体健康先。好了，今天呢就讲第二个主题，这个主题来讲呢，我要多谢两个人，虽然他不认识我，我认识他很久，一个就是子华神，一个来讲呢就是冠文神，其实都两个都神。为什么都叫做做神呢？因为他们两位就最近有一部电影，我就讲真的没收到任何广告费，我觉得来讲是有一个主题，有一个话题应该跟大家讲一讲。他们有一个电影叫做破地狱，刚应该好像是今日定后日正式去上映。当然有朋友都叫我去去睇一睇，亦都有一些电影界的朋友他们睇咗㗎啦，将这个故事都讲咗俾我听。我首先已经呢就听到个戏名呢，即已经都好吸引我哋㗎啦，因为呢破地獄呢就其實是我們道教在殯儀方面的其中一個儀式。一聽喂，個地獄怎麼會被你破啊，破得那麼厲害啊。當年呢就冠文神許冠文呢就搞個棟篤笑，他就講這個帝女花啦，帝女花的歌詞裡面呢其中有一句呢就說呢就將霧月呢就作新房，我覺得他真的都很好有一個點講分析力好高啊嘛！你知道許冠文就係一代照少將，70年代嘅時候喺無線嘅時候咧，呢個雙星報喜，依家上網都睇得翻啦，真係好鬼好笑嗰個許冠文真係，即係可以話嚟講啊，計呢一個我哋喺電影裏邊咧，曾經有人咁樣去分噶嘛。首先嚟講咧就即係我哋講呢個少將咧就梁醒波啦。咁啊，跟住嚟講咧，就許冠文，許冠文之後就周星馳，咁啊相當之經典嘅咁。咁啊，子華神咧就係另一種唔同嘅風格。咁佢哋兩個淨係我哋睇一睇佢嘅電影嘅導演啊陳乜鬼，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咁佢哋三個夾埋嚟講，佢整一部破地獄嘅電影嚟講，應該有啲睇頭。咁有啲人可能會期望破地獄嚟講，喂許冠文加子華神都可能都係一種喜劇，但就原來咧係兩碼子嘅事。咁甚至乎點解我啱啱講點解要多謝佢兩位呢，咁就係話佢哋拍咗呢部電影呢，就我令到我哋嘅道教嘅其中一種儀式嚟講呢，同時間喺呢部電影裏面呢就借咗呢個名字呀，去探討呢個人嘅生死，同埋呢係好多唔同嘅一啲傳統嘅觀念呢，大家都要可能要放開。因为呢套电影我就未睇啦，咁难以评论嘅，因为小弟呢喺30-40年前好似都冇咁耐呀，都曾经写过影评嘅。咁后来嚟讲，咁依家嚟讲呢就影评呢就唔写㗎啦，依家大家都咁。如果呢喺可能喺 YouTube 上面应该都会有啲影評，即係我哋叫影評人啦，咁啊，依家嚟講攞住個麥嚟講嘅啫，咁樣，咁啊就但係咧就比較少嘅咁，咁好啦，咁啊我最記得嚟講咧，喺好多年前台灣有個電影嘅評論人咧叫焦紅平啊，咁啊睇過佢好多嘅電影評論嘅書，包括呢、這個港台電影後嚟嘅中港台嘅電影咧，咁啊大家不妨咧可以咧去啲舊嘅書局啊，又冇咁啊抄翻啲書睇，相當之唔錯嘅，即係我依稀記得佢好似係咪喺紐約電影讀電影啊，紐約大學電影定係紐約電影學院咧，都同阿李安係同一間大學。好啦，呢個題外話唔講啦，咁啊講一講咧破地獄，點解今日要講破地獄咧？首先是电影啦，咁个电影嚟讲，我相信啊有期待嘅，大家都值得去睇。同时间嚟讲，系值得去探讨一个人生嘅一个问题。咁其实嚟讲，有时我都几喺呢个做一个小小嘅节目都好啦。我经常都讲，拜神其实就系拜你自己。拜你自己就是说你要学习个神，譬如好像你学这个释迦牟尼啦，学这个观世音菩萨啦，学他们的一种慈悲啊、悯怜啊，还有呢就爱护众生啊、布施啊等等。
咁其實一啲儀式嚟講咧，尤其是喺殯儀嘅儀式，嗱紅白儀式，因為呢個電影嚟講咧，就阿黃子華咧就係、是、一個 wedding planner 嚟嘅，好似係。跟住之後咧就疫情咧就會轉咗去做一個應該嚟講係殯儀嘅禮儀師咁樣。咁好啦，咁啊喺呢個轉變裏邊嚟講咧，即係話從一個紅白嘅儀式一個轉變轉折之間嚟講咧，係描寫。描写佢哋呢个故事咁样啊，咁另外嚟讲咧，我哋就讲话呢个破地狱嚟讲咧，喺我哋道教嚟讲咧，呢、这个仪式咧，好多人都听过，同时间咧，有啲人咧亲身呢个经历。好，讲翻头先，我就拜神即系拜自己，其实殡仪嚟讲咧，其实都系做俾一个先人，亦都系做俾一个在世嘅后人去睇嘅。咁就話呢個儀式嚟講咧，係大家深深去有一種感受，無論喺先人同埋呢個在世人啊、未亡人，我哋大家嚟講咧，係睇到呢個儀式咧，係做完之後咧，最重要一樣嘢係感覺到釋懷同埋安心。好啦，嗱，我哋首先嚟講講呢個破地獄嘅大綱，同埋咧係簡短咁樣介紹呢一個破地獄呢個儀式咧咁。咁破地獄儀式嚟講咧，我就因為我依家講緊呢個相關道教呢個儀式嚟講咧，咁我哋就係有一位顧問嘅，我哋顧問嚟講咧就係李斌師傅，咁佢係中國道教學院嘅高材生。咁但係因為咧喺呢一個道教嘅儀式嚟講咧，南方同北方其實都係有啲唔同。同時間嚟講咧，係香港嚟講咧，可以話喺呢個道教儀式之中咧，係非常非常之齊全，同埋做得係非常之完善。我哋真係可以咁講，同埋係保留咗咧係一個道教嘅一啲傳統嘅儀式。同時間嚟講咧，咁啊整個祭祀嘅 progress 咧係做到好充足。咁啊，可以話嚟講咧，係香港咧係承傳咗呢個道教嘅儀式嘅一個這個地方啊，即係我哋同一啲國內嘅一啲宗教人士去交流咧。咁啊，香港嚟講咧，即係話喺過往嗰幾十年嚟講咧，無論喺呢一個中國文化或者西方文化都好啦，係保留得係較為完善嘅。咁啊，同時間嚟講咧，做呢啲儀式嘅無論在法器方面啊，咁或者係佈置方面嚟講咧，都有做到一個好有一個風格獨特嘅風格，同埋一個傳統道教一個風格。咁啊，所以好多啲國內嘅一啲研究宗教嘅一啲學者咧，都會嚟香港咧去大家作交流啊。咁啊，呢個嚟講咧，我哋可以話嚟講咧，就話香港嚟講呢個好特殊嘅地方咧，啊好多嘢嚟講咧，就係話咧。不需要改變，是要保留翻，咁啊香港就可以繼續發光發熱噶啦。好啦，破地獄嚟講咧，就係話佢借助咗呢個道教嘅呢一座法事嘅儀式咧，係喺可以話用呢個儀式為主題，利用借助呢一個電影呢個媒介咧，去令到 educate 大家咧對一個生死嘅一個睇法，可以咁樣講。破地獄呢個儀式嚟講咧，就最終嘅目的嚟講就係話，去令到呢一個先人咧係安息。咁啊，亦都嚟講咧，就話可以喺令到一個我哋叫未亡人咧，即係話呢個後人嚟講咧，喺心靈上面咧係得到一個係比較充裕嘅一個慰藉，即係好放心去咁樣。令到呢個先人咧，就我哋叫做安心上路啦咁。咁呢個破地獄咧，就喺呢一個故事咧，佢講喺一個疫情裏邊咧個背景啦，即係話大家都知道過嗰幾年嚟講咧，咁啊比較生活上邊嚟講，或者喺工作上邊啊嚟講咧，都受到好多疫情之下咧，就出現咗好多限制啊，或者即係比較即係喺經濟方面嚟講咧，亦都產生一個比較滑落嘅形勢咁樣。咁咧個主角嚟講咧個名好似叫魏道新嚇。咁本身嚟講個 wedding planner 咧係叫做婚禮嘅策劃師。咁佢改行咧就去咗做呢個殯儀經紀。咁大家本來咧就會覺得咧，由黃子華去做咧，可能都幾好笑咁。但係咧，可能咧大家今次嘅諗法有少少唔同啦。咁啊，跟住之後咧，佢就轉行啦。咁啊，做呢一個殯葬嘅經紀咁。
咁啊，就與呢個做南和師傅嘅阿文哥，即係阿許冠文啦，咁樣就喺戲裏邊咧產生好多唔同嘅衝突。其實最主要都應該就係話大家個理念唔同，因為本身一個做開紅事，一個做開白事嘅咁。可能嚟講咧，就大家喺呢、這個可以話觀念上面有多少唔同，同埋嚟講咧就係話佢哋一齊咧就面對咗一個好特別嘅一個人。去過身的時候咧，咁佢哋兩個嚟講咧就會去聯同去做好咗呢一件咁嘅事咁樣。咁亦都可以話嚟講咧，就係話呢個南和佬阿文哥咧，同阿女同個女兒啊叫文月啊，由維斯雅去飾演嘅話咧，佢兩個人相處之間嗰個生活嘅一個父女個感情嘅點滴咧，同時間嚟講咧就係話對住呢一個阿杜生啊，喺呢一個職業上面同埋生活上面嚟講咧，喺人嗰個觀念上同埋理念上咧，嗰咗一種轉變。咁我相信嚟講咧，因為咧有啲朋友佢哋即係一啲電影評論嘅朋友咧，睇完之後同我傾個偈之後咧，我發覺咧係似乎嚟講咧呢套電影咧係對於一啲觀眾嚟講咧，係會 educate 佢哋，即係可以話係叫做傳播也好，或者教育也好咧，係去面對一個生死嘅一場，俾佢認識更加多啲人嘅生與死。咁所以嚟講咧，我相信嚟講咧都值得期待嘅呢個電影。咁大家咧發覺咧，電影嘅名稱咧。改名咧，就以前咧電影咧就好得意嘅。點樣為之得意咧？咁你知道咧，喺有啲外國嘅電影咧，咁佢哋翻譯嘅時候咧，有啲電影嗰個文字咧就非常之好。譬如話嗰個叫做仙樂飄飄處處聞啊，咁啊，係嘛？咁啊，尤其是嚟講咧，喺一個時間嚟講就。有啲三級片啦，咁啊改得都非常之文皺皺嘅咁，咁啊可以見到嚟講咧，就香港嘅電影人啦，無論喺文字方面啦，喺呢個電影方面嗰個表達嚟講咧，都係相當具有水準嘅。咁啊，尤其是有位仁兄叫做阿賭 Sir 啊嚇，咁佢嘅電影嚟講都相當之唔錯嘅咁。咁啊好啦，跟住嚟講咧，我哋亦都講下咧，就係話。以後嚟講嘅電影嚟講咧，會唔會用一啲好多嘅一啲術數啊、宗教嘅一啲名詞咧，去發揮啊？咁啊，以前記唔記得有一套電影叫《殺破狼》？咁啊，《殺破狼》嚟講咧就係來自呢個紫微斗數嘅。咁啊，跟住嚟講咧就《破地獄》咧，亦都來自呢一個道教嘅一個儀式啦。咁啊，希望啲電影人咧會考慮一下，會唔會將來會拍一套八字，譬如嗰啲相關悔印啊，咁啊，作為一個電影嘅一個名稱啊，或者嚟講咧就叫做炎上格，咁啊，亦都係一個八字嘅名稱。嗱，奇門遁甲咧就已經有電影嘅電視劇都有答過。咁啊，希望大家或者考慮喺一下嚟講咧，就係大陸音啊，甚至乎風水上面啊，紫微換咁樣，咁去參考一下，用一個術數啊，或者呢個道教或者宗教一啲名稱咧。是去呢一個拍攝一個電影，因為點解咧？你睇到個電影叫做《破地獄》之後嚟講咧，就可能好多人想去了解一下究竟破地獄係啲乜嘢。咁如果喺呢一個電影裏邊能夠帶出咗一個正信、正知、正念嘅一個信息俾大家嘅時候嚟講咧，電影嘅功效嚟講又多咗一層啦。咁好啦，今日嚟講咧就講完呢個電影啦，咁我當然嚟講就係話對佢嘅正面嘅評價幾高，不過我都未睇過，咁可能有啲人會質疑你未睇過就咁，但係咧都睇咗故事大綱，同埋有個朋友同我即係傾過喺呢套電影咁樣，咁所以先同大家去即係介紹一下。咁好啦，喺呢個破地獄嚟講咧，咁究竟破地獄嚟講咧，咁究竟係做乜嘢嘅咧咁？咁啊嗱，破地獄嚟講咧，係我哋嘅道教嚟講咧，其中一個殯儀上面嘅一個法事嚟噶。咁啊，傳統上嚟講咧，係破地獄咧，其實就係話去帶領一個先人從一個九幽入或者叫九層地獄啦，九幽嘅地獄咧，係從佢哋喺束縛之中嚟講咧就脱離，即係超脱啦。咁其實都係可以話咧，就都係叫做個超度嘅一種。因為九層地獄嚟講咧，係每一層咧都要有唔同嘅一個我哋叫處罰啊。
咁啊，同埋审判先人咧，系咪喺在世嘅时候咧犯咗一啲罪孽？咁啊，破地狱嚟讲咧，就令到呢个先人咧，就叫做破嘅意思，其实又唔系破，其实应该嚟讲咧，就系话奔走出、闯出嘅意思。咁令到佢咧就可以得以安息咁样。嗱，破地狱嚟讲咧，系我哋见到咧最精彩嗰一段嚟讲咧，就用把剑咧就将嗰啲瓦片打碎。咁啊，呢个都唔系话容易嘅功夫，因为我哋有啲师弟咧，佢哋都会有做。同时间嚟讲咧，你见佢嚟讲咧，就嗰个步伐同埋嗰个转嘅时间嚟讲，真系唔系一朝一夕嘅功夫嚟噶。咁啊，大家嚟讲，有啲人咧，咁啊见到破地狱咧，就好似一种表演，好精彩。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唔好好似我以前曾经去见睇过咧。咁啊，有啲年轻嘅人嚟讲咧，睇到破地狱，佢哋做到呢啲嘅难度高嘅动作喺度拍手掌啊，真系菜啊，大佬。咁啊，只唔好出声喺度睇就得噶啦吓，咁样。好啦，破地狱嚟讲咧，就我哋叫做咩啦？我好多啲道士啊，即系我哋南无啦、南无师傅啦咁样。咁啊，佢哋会用咧，因为咧我哋叫做九幽啊嘛。九幽嚟讲就会用九个瓦片，即系九块嘅瓦片啦。咁啊，元宝啦，有啲盘啦咁样。咁啊，九块瓦片啊，代表九重地狱啦。咁啊，就会喺呢个儀式裏面嚟講咧，元寶啊放喺中間，同埋一個盤裏面咧就點起佢。咁啊，大家會睇到之後嚟講咧，就係其實咧就係一個火盤嚟嘅。咁啊，一般嚟講咧，呢個破地獄咧就會喺呢一個叫做咩出殯大殿之前嘅一晚啊，即係出殯啦、大殿啦之前嗰一晚啦。出殯之前嗰晚咧，即係守夜嗰晚咧，就舉行嘅。咁啊，南無嘅師傅嚟講咧，就會喺靈堂咧就會即係誦經啦。咁啊，放置一個細嘅盤啦，跟住盤上面就放咗九塊瓦片。咁喺儀式之中嚟講咧，大家見到佢啲功夫啊，喺轉來轉去咁啊，然之後咧就用把劍咧，就將佢嚟講咧，將啲碎片咧就敲碎。咁敲碎嘅意思嚟講咧，就係呢個重點啦。重點就係話，呢九塊嘅瓦片咧，就係好似九層地獄咁樣，就將佢打破咗，然之後咧就將呢個先人咧，就喺呢個時間咧，就得到呢個解脱啊，能夠嚟講咧就會超度往生，咁啊將來嚟講咧就會去到一個更好嘅一個境界，或者去一個轉世輪迴咁嘅意思咁樣。咁咧呢個元寶盤啊，上面嚟講咧就會寫上先人嘅名啦。咁寫上個名咧就叫做開位啊，叫做跟住咧就點著啲即係我哋叫做咩化寶啦咁樣。咁喺呢個儀式進行嘅時候嚟講咧，就會喺南摩師傅一定會穿著紅袍，同埋嚟講咧係圍住個火盤嚟講咧。就揸住個桃木劍啦，咁啊最後嚟講咧就一開始應該咁講，一開始嚟講咧就帶住啲家人咧喺度圍住瓦片咧就喺度環行九個圈先嘅，一般啊咁樣。咁啊南無師傅嚟講咧就叫做如觀獵步，或者咧又叫做穿走花紋，有兩種步伐。咁啊佢哋圍住個火盤嚟講咧就轉圈同埋誦經啦，咁啊攞住嗰個桃木。劍咧就將呢個瓦片咧就慢慢打碎，咁啊打碎咗嚟講咧，這個叫做破地獄嘅穿步，即係話將個地獄嘅門咧就打開咗佢，哇！咁啊另外嚟講咧就話嗰啲後人咧或者孝子咧就抱住嗰個靈位咧就圍住啲瓦盤咧就行呢個七圈到九圈咁，跟住之後咧就會攞住把桃木劍啊，同埋咧就帶住其他嗰啲其他啲我哋叫做啲師兄師弟啊咁啊，或者其他啲法師嚟講咧，就會用一種叫做如觀獵步嘅步伐，同埋穿走花紋嘅一個步伐咧，圍住個火盤嚟講轉圈。嗱，我哋見到轉得好勁嗰個咧，就叫做如觀獵步啊！咁啊，攞個木劍咧，將啲瓦片敲碎佢用。咁啊，所以嚟講咧，就見到呢一個儀式嚟講咧，係要有啲功力嘅，同埋要練習嘅，唔係咁簡單嘅咁。咁啊，打開咗呢個地獄之門之後嚟講咧，就引導個仙靈亡靈咧，去叫做我哋叫做咧早日往超升咁嘅意思啦。咁啊，令到大家其實嚟講咧，亦都俾在世嘅人有一種感覺咧，就係話咧，啪嗰下咧，你有嗰種唔同嘅感覺咧，就會霎時之間咧係令到即係有啲師兄弟佢先講咧，就係話。令到在世嘅人咧，都會將呢、這個
執念會放下了，令到呢個仙，即係呢個仙人，亦都同樣一樣。咁我哋話其實咧，好多時候咧做嗰啲儀式嚟講咧，係咪淨係貨仙人嘅咧？其實唔係，好多時話喺 在世嘅人嚟講咧，通過呢個儀式咧，係得到一啲感悟同埋一個領悟。破地獄嚟講咧，就所以嚟講咧，就係都係其中一個咯。咁啊，唔係單單嚟講咧，有啲人會認為嚟講，做個法事嚟講咧，就唔使睇噶啦，等佢哋喺度做啦咁樣。淨係俾嗰個仙人，其實唔係，大家唔好緊要搞錯咗。其實整個儀式嚟講，就因為通過個儀式咧，係希望大家咧係有多少嘅諗法，多少嘅想法，同時間係對呢個仙人嚟講咧係一種敬重、一種敬畏、一種尊重。大家如果嚟講咧，對呢個中國嘅儀式嚟講咧，係想了解更加多啦，一本禮記啦嚇，甚至乎嚟講咧，就可以咧翻閱一啲道教嘅典籍。咁啊，因為每一個儀式嚟講咧，都有佢特定一種意義喺度。其實呢啲儀式嚟講咧，就希望大家通過個儀式嚟講咧，係有一種人生嘅感悟。咁好啦，喺呢、這個破地獄咧，我見到咧，以往嚟講咧，就成日經常都會見到。咁啊，後來嚟講咧，就先會問咗一啲師傅咧，就話點解依家嚟講咧，好似做破地獄嘅儀式好似少咗啲啦咁樣。咁因為依現在嚟講咧，就話因為譬如好似針對一啲某一啲逝世嘅人咧，先去做。譬如話，因為好年輕啦，一啲意外身亡啦，或者自殺啦，或者我哋叫做枉死啦咁樣。咁另外嚟講咧，就特別提一提嚟講咧，喺呢個疍家，即係水上人啦。咁佢哋呢種儀式咧，基本上咧就一定要做嘅。咁啊，所以嚟講咧，就話特定嘅族群嚟講咧，對於呢個破地獄呢個儀式嚟講咧，係有啲係必定會要去做嘅，但係有啲嚟講就唔會。咁有啲嚟講咧，就係話若果個仙人嚟講咧，就係話過咗60歲而係因病去世嘅咧。咁係屬於一種叫自然離世嗰啲咧，依家嚟講咧破地獄嚟講咧一般嘅殯儀公司或者一啲道堂咧都唔建議去做噶啦咁樣。咁所以嚟講咧係同以前嚟講嘅坊間即係話即係可能咁講啊，可能咧就係話一啲殯儀嘅服務公司嚟講咧，都同大家希望都做一個咁嘅儀式啦咁樣。咁啊後來嚟講咧，就大家就將呢樣嘢就話，因為破地獄有一個特定嘅意義，咁所以嚟講咧，喺呢個意外身故啊，或者係年輕啊、自殺啊、枉死啊，或者係呢一個水上人咧，先會進行呢種咁嘅儀式嘅，即係唔係話任何人咧，佢世世都會採取呢個破地獄呢、這個。这个儀式作為一個即係呢個超度儀式咁樣，咁所以嚟講咧，咁大家嚟講咧，就將來遇到一啲白事嘅時候咧，就可以了解得清楚少少。嗱，希望我今日咧就借助咗呢一個破地獄呢一個電影啦，同埋佢裏邊嗰個內容啦，咁提咗少少啫，因為點解咧？劇透依家會俾人鬧噶嘛，係嘛？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入去電影院咧，去欣賞下呢一套破地獄。咁破地獄呢、这個題材嚟講咧，又有少少我哋叫做特別嘅。咁所以嚟講，我哋見到香港嘅電影人咧係好靈活，相當之靈活。咁喺呢個環境之下嚟講咧，都能夠創作到一部咧，即係我期待啊，即係應該嚟講係相當之唔錯嘅一隻，即係嘅電影啦咁樣。咁所以嚟講咧，我希望大家咧喺未來嘅時間咧，都可以喺電影方面嚟講咧，係可以多更加多嘅一啲題材啦。咁唔好咧就即係用以往嘅舊框框咁啊一。即係拍好好多好多電影，可能咧依家嚟講電影嚟講更加精緻，產量係少咗嘅。咁另外咧可能個水平咧就相對嚟講咧更加提高咗添。好啦，今日嚟講咧就同大家咧就花咗大家好多時間啦。咁講完呢個破地獄呢個儀式啦，咁希望大家咧都有多少得著。咁今日講到呢度為止啦。咁同大家咧就講一聲就拜拜，下星期再見。